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气来》的我是吴义勇。今天的来宾呢，伊是一个后生的哦，伊过好跳街舞，过像四岁就过好跳的。唔单止安尼哦，伊韩国有梦想哦，真诶一个工作室，韩国伊过想要打造一只平等队哦。然后来欢迎一个 U Space 街舞工作室的创办人张传勇，传勇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平东丰田，你。总存用，存用系咩？卢卡唔咩讲，完全讲下，卢卡冇讲，冇讲。哦，因为唔嗰种系爸爸行业，阿妈妈唔系行业，系可能嘅。哦，阿要从细睇丰田台，哦，嗰种糖卢糖嘅事，糖嘅事。哦，因为丰田家家卢行业嘛，嗬。系。哦，阿唔顾太年卢冇屯讲下嘅。系。哦，侬会接触到舞蹈嘅呢？最开始接触跳舞是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听到音乐我就喜欢动来动去，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哥哥曾在学校跟学长学到一点点现在最流行的街舞，就是霹雳舞。那这个过程我就很喜欢他的一些地板动作，然后我就开始一直跟着我哥哥一起学，对，就是一起跳，也没有说特别去学，就是一直跳那个动作。后来跳到后面也看到了，就是那时候有很流行的团体，日本团体就叫 Wings， 对，Wings 我们把 VCD 买回来就发现，他前面都是跳 MV 舞蹈，可是后面怎么全部都是跳现在这种就是反正就很帅的那一种，我就只看那一段，然后就一直看到后面也开始把 MV 舞跟很帅的舞蹈结合在一起，然后再。六年级要毕业的时候，毕业典礼啊，因为我每天都在学校都是练习，然后练习的过程，老师也会看到，就是从一个看起来像青蛙的动作，到后面旋转起来，然后让很多人围观。后来老师就说：“既然你这么会跳，那你要不要在班上挑几个人组织这个团队，然后在毕业典礼的时候就让你们去表演？”后来那是我第一次这样子接，后来我就跟老师说好，没关系，那我就来试试看。然后他也让我就是在午休的时间，就是可以去有这个时间带着七个团员，就是那时候的初代团员，然后我们就开始一直练练到后面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创造了就是丰田国小史无前例的一个壮举。对，就是学生自己编街舞，然后直接跳到全场。后来到后面的时候就老师联络他也跟我讲说，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做到同样的事情。哦，对对，我说六年生都去给他编舞，对，来表演。那六年生都可以编舞，其实是很难的呢，吼。是啊，很难。那不然他弄在那边吗？从 VCD 好的啊，是啊， VCD 有几道一段落一段落，然后我就把一段落一段落组合起来，组合起来再加上几个重要的招式，就变成一整段，让人家看得懂这样。不过啊，人家就是电影的欣赏，就是 VCD， 就是给到团体 Wins 他们的舞，然后如果他们用来做如何论这样。但我用来跟哥哥会跟他说跳的哪一好哪一不好，哈，不会等于跟哥哥讲哈，两个人教学相长。两个人都很好，他都在给想你的披风可以来呢，为什么那么吸引你？你敢不街舞？街舞就帅啊，帅哦。对，就跳起来就会觉得就是可能与众不同吧。对啊，就可能全校没有人会，就只有我们团队会而已。你跟他晚些时间，因为街舞有算流行的哈，可是跳的人还是少，是吗？那时候的台湾不流行哦，跟他台湾还没流行。对，到现在来讲是也没有说像国外对比这样子。虽然今天泰加鲁弹过街舞是吗？然后我们大概行光太多，脑海里都会有一些动作的印象。对，所以我们可能就以为他很大众化，其实某还没。其实没有。哦，就二八法则。像我们印地讲街舞啊，如果像我们讲的霹雳舞，可能头要在地上这种。但是不单枪啊呢？
不止这样子，不止，哦，它有分上阶段，然后中阶段，还有下阶段，什么意思？对，还有旋转阶段不一样。刚才有哪还算上的还是下的？下的，哦，我们可以叫一个上面就叫 top rock， 然后下面就叫 down rock。好，哦，下黑嘛个都可以，你头拿去提带下，然后在地上旋转，就脚在地上转来转去，哦，身体在地上爬来爬去。嗯，像唔见噶，安尼坐凳可以跳街舞吗？可以啊。跟嗯，做一点动作，先学一个 pose。哎，真紧呢，你看你做旅游个 feel 呢？哦，也可以做些简单呢。嘿，简单呢。哦，你开始学个时间，应该都会难的呢。错吗？哎，可是后来时间嘿 freeze， 哎，难呢，嘿，撑着，就是单一个动作撑在那边，哦，然后让它撑完到熟悉的时候就旋转，嘿，一开始是这样子。好，哦，如像武功很龟冲拐耶，很像青蛙的那个，乖耶，对。然后一开始就嘿，哦，哎有英雄哎，龟冲拐耶，但是两只脚是悬空，对对对，然后用手撑住啊嘞，对啊，哦，那时候记得被喜欢的。那女生就说奇怪，她干嘛在像那个青蛙？就走过去的时候听到有没有？ Oh. 然后心里就有一种，没关系，等我转起来，我就相信我一定可以让她变得很好。结果到后面她就是转起来变成，真的是全校真的是暴动， oh. 对啊，因为那时候你任何的场合都看不到这个东西。哦，hey, 那时候，可是现在的 IG、Facebook、YouTube 随便打都一堆，嗯，所以人家会觉得见怪不怪。哎，欸，还有更强的，好，嗯，多，哦，世界冠军娜娜，哦，台湾最强的神童，嗯，类似，他就是会变这样。可是那时候没有，那时候就是喜欢做这件事情，然后让大家也看到这件事情，它会变成是一个很对他们来讲可能很神奇吧，因为转的速度真的很快。嘿，hey, ，那时候这一招叫做本来青蛙嘛，后来变成旋转叫直升机。嗯，对啊，转的速度很快，然后又可以放单手。哦，对啊，再放单手又可以维持二十几圈，所以它的量是很漂亮的。嗯，六年前都可以做断的哦。哎呀，后来我国中三十几圈呢，三十六放单手。哦，hey,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特别，就是简单的动作练到极致会变绝招，也是。现在为什么我们会叫原创街舞启蒙教育系统训练很重要的其中一个环节？嗯，啊，唔加哈就系石盲练，你有讲过这个有天分哈？冇，就系石盲练，挨规模天分。哎，系哦，挨练东西更慢，嘿，如果挨练东西更慢，挨那位会不会搞你？哎，哎。哦，也激发过有哲理哦。哦，因为我会慢慢的去了解，来多带两位含情学问。系啊，系啊。哦，亲像嘅慢就会快，嗯，慢就会夹。系啊，啊少就是多。哦，就是那个时候，用这样的方式在练习，就已经不知不觉往这条道路前进。嘿，嗯，六年生唔但唱好，唔都提高嘅呢。等于是安尼啊，吼，因为唔系第一代，啊，我还要搞六七代，系咪团员？啊，搞到够强哦，系哦，系啊，搞到太假都够强，太假都比爱强，哎呀，诶，因为他们单一的招式教给他们之后，他们会去花好几倍的时间钻在里面。那我就是负责去把这些东西，就是先会了，教他们之后，我再去会更多的东西，最后变成会到可以统整他们每个人的强项。变成是，带他们去比赛，可以，画面很丰富。哦，对，跟后来的事了嘛，哈。对对对。刚六年生的时间，你都有发现去搞过搞？嘿，哦，嘿，就是，哎，欸，跟哥哥啊，哥哥、嗯，哥哥对我来讲，哎，对，影响很大。就是我们会教学相长。哦，嗯，那多多谈讲过，从练到迷电影，如果有兴趣，唔六年生变也白如山海，你冇山海。技术疼了，该不会到现在鹿晗叫他跳？哎，欸，现在那些人没有跳，只有我在跳。哦，不过太家有叫他继续跳一招没啊？呢，哎，跳到高中吧。哦，刚没去救呢。哎，跳到他们跳，有些人跳，因为年龄不太一样。哎，欸，我的应该说我的朋友有些跟到高中，然后有些学弟一起上来，年龄不太一样，他们跳到高中。然后我大概就是跳到大学的时候，那一团就都没有再跳。哦，嘿，
后来录音条就模特，模特嘿，模特歌。哦，录几首音条。阿妹有感觉会搞，又开始搞安呢？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嘿，高中因为我高中就是都是在带社团，然后那时候也都是把团队就是带到另外一个境界，就是出去比赛会得名。哦，所以就被外面的工作室的老师说把整个团队带进去，然后让我们去练习。哦，对，就会有那个空间，有那个镜子，有那个灯光。嗯，那个就是我们现在的第一个蓝图。哦，对，就是我们就想要让未来就是整个团队就是有这些，而不是就是像之前在国小啊，或者在一些什么废弃的工厂。哦，对，哦，街舞的开始有一点误打误撞，可是好像遇到天命的感觉呢，吼，尤其把安尼感觉，刚刚呢，吼，有使命感。刚刚呢，了解下听过继续唱杨杰老师同安尼分享，应用我想要成立工作室，还有成立工作室过后有嘛个特别的经历，了解下个多种来。多种来福气来嘅现场，我哋今日嘅来宾系 U Space 街舞工作室嘅创办人张传勇杨杰老师。头多呢，传勇讲到吼，就小学六年级读到嘅街舞，啊，都开始过三万个练，还过开始搞同学，啊，一路都冇团过。唔过，因为我哋冇乜嘅街舞嘅正统嘅教学嘅地方嘛，故所以一听都系一般的升学管道，安尼应通嘛吼。嘿。啊，很多高中，高中系通哪？泥浦农工。嘿。系通农药。啊，都台风了。台风都猕猴科技大学。欸，通嘛个呢？什么系？餐旅管理。当初就觉得想要，我做吹多好哎。然后哦，我做吹。我做吹多好哎。嘿。好嘢，还会做菜如何？哦，唔咩，喊你拜上去传他，冇，就会即个会做菜，即个会做菜。哦，就以面安尼去偷个呀，哦，偷个也冇兴趣。你喺家下路上啊，喊你拜路去行街舞一条路哈。也冇，路去上去大学社团。哦，想要去经营社团，好好的去对，反正就是运用大学四年的时间在社团，然后好好的跳舞这样。好，按奇妙，一考你片路上，爱路去行去爱好，对，然后要教街舞，对，因为在那之前，我们已经先去台北的比赛啊，然后反正就是又回来屏东，然后开始已经可以，编出来的舞已经可以有办法拿名次了，哦，对，所以就会觉得这一条路它是可行的，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所以必须要让自己变成大学生，再变成是就是社团的可能社长啊、指导老师。哦，对，哦，你还够有计划的呢，吼。哦，对，是。你过小兵呀，过还要过中国中继续跳，你都有整一扎堆去比赛，然后成绩很好。对，嘿，你自己成立街舞社吗？对。然后我就成立了林诺国中第一个社团，第一个街舞社，对对对，就叫街舞社。哦，国中入成立的一个街舞社，啊，都高中咯，你有做嘛个事情？高中中央，高中就是直接当社长的，就是可能高一的时候是跟着，然后学长毕业了，因为那时候国中的学长就是一开始一起跳舞的学长也在内埔农工。哦，对，所以是这样子，就是慢慢的，哎，当社长又当了两年，又当到毕业，所以到大学会觉得说，我还是要继续再当社长，再把就是，街舞社也是变得就是全校最厉害的这样子。哇，对，啊，都太好，都是从头都讲诶，应该如何会应来应增加我的实力安尼。对，哦，刚后来太好变样，没系基础应教。啊，如像你头都讲，你体沙团搞到比赛过厉害，啊，你 no boy 的业界等于讲业界注意到，团情过去搞，吼，刚其实等于台湾兵丫都五十岁了呢，已经有工作了呢，吼。
你会提给工作室搞如何诶？刚刚侬为什么去加成立呢？会想要自己成立，最主要是因为当完兵，然后先接触到一个就人生的贵人，叫戴维斯老师。那他带我去游历了好几个国家之后，我就发现，哎，如果我们的视野可以再扩大一点，好，那我们就可以做到更多的事情。伊系用哪个年份？大家介绍一下，一下诶，伊他是教记忆的，对，他的效能学习系统是1994年引入台湾，所以换句话说，他应该算是台湾记忆大师的鼻祖。嗯，刚侬会读多语言哦？这个要说来话长诶，就是那时候在万里，我大学大四的时候是要在那边实习。那实习的过程里面就是雅尼克，我是住在雅尼克对面，有一个反正我的房东跟房东太太就刚好认识戴维斯老师，在那过程里面我就是可能退租的时候吧，把刚开始租比应该说退租的时候比来的时候还要干净对，然后戴维斯老师刚好把他北中南三间公司收起来，然后我就有这个机会，就是去帮他整理仓库。大概是这样子。因为房东也能看到哦，这个人很厉害，对，黑锅诶，结果韩国枪哎，应该很会整理大师哎，可能是这样子。如果介绍你去推摊整理，刚才那位只是整理仓库，整理都以为很呆嫩，恐怕去拍的地方咯。就是因为我在整理仓库的过程里面，我其实算是。每天大概7-8个小时都在仓库里面，对，然后很多东西在这里啊，各种，但是文件还要用线绑啊什么的，对，因为各种书面的资料，各种，我那时候就是用很多的时间去看，就是所有那些顾问的一些文献啊，然后他们怎么解决问题的，然后客户什么的问题他们怎么解决，其实上面都有，所以就会。慢慢的去知道说，原来这一套系统里面有那么多涵盖的东西，然后再把老师的书几乎每一本都看，然后看完到有一天他突然说要去板桥，就是要去做活动，他说好，那仓库就不用整理了，来吧，就是来台北吧，准备去板桥做活动。那做完活动的时候，很多人就可能老师就很多人围着他，然后有人就可能跑过来问我，请问一下这个问题什么什么，然后我就回答他蛮顺畅的，可能被老师听到。后来他结束，他说：“你怎么知道要用这种方式去回答他？”我说：“这个其实我有都有在看。”他说：“好，那以这样来讲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开创一片新的模式。”后来就变成先去新加坡，再来去美国，再来去马尼拉，然后后来又去美国。所以从圣地亚哥一路开车，就是我们先去旧金山，然后。整个北美就从圣地亚哥到西雅图，然后到温哥华、列治文，然后我们就全部都去过，对，就是各个地方我们都开班授课。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知道说，好，如果要去做教育这种东西，我们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对，所以后面因为戴维斯老师他本身自己家里就是。有80几岁的爸爸要照顾，后来我也不能就是陪着他们这样子，对啊，其实，在过程里面，他有两个双胞胎，就是我一直在带着他们，然后也一直用类似就是像教学的方式，拉他倒立啊还是什么的，然后就发现其实3岁4岁的小朋友是可以学跳舞的，然后再慢慢的了解到，然后在这过程也知道儿童心理学。对，所以就把这些东西整合起来，到我回来屏东，好，然后就也是有机会，也是回到我之前的单位，好，继续在教课。那在教课的过程里面，我就发现我们的系统模式一直让自己班上的这些学生就还蛮会跳舞的，对，还蛮清楚怎么跳舞的。但我就想说，好，那我们就把所有这样的一个模式去量化。不过那时候在跟当时的团队提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可能就是不太理解吧。那不太理解的过程，我就变成说我必须要做，
嘿，我一定要去做，所以我就跟他们说，那如果我自己做，嘿，应该 OK 吧？他们就说，如果你做得起来，大概就是这样子。你做的那会很辛苦哦，你做得起来的话，那就做吧。所以这就是创业的一个最大的契机，就是当别人说你做不到的时候，我就要把它做起来，那种感觉。哦，因为你自己有一点蓝图，如是爱讲过按你做的，可是没有人做过，好啊，又很难说服别人。啊，对，如自己来做。吼，刚刚给是六年前的事情。对，六年前。嗯，如是你搞的，其实很得心应手。不过你又唔会提给舒适圈底部呢，哈。你如果印象会想说我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做，就是突破。嗯，跟我们的舞种有关，就叫 breaking， breaking 就是突破，哈，如果打破很多东西啊，呢，对啊，对啊，哈，突破思维，突破认知，嗯，对。刚刚谈论给戴维斯老师，感觉八竿子打不着的领域，结果你看好多可以用到街舞底部呢，哈，对，哈，你可是应该没想到呢，哈，一定的、啊，就是在。在串联的过程吧，才会知道说，其实，跳舞就是跟记忆一样，对啊。其实重点也是因为戴维斯老师他就讲过这个东西，就是说他在跟客户对谈的时候，他讲到说，如果我今天是在卖衣服或是保健食品，我就不会有这个热忱的。我今天是在做教育，对，然后让我就是原来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是这个模式，嗯，对，所以才可以有办法有一个动力，原动力一直滚到就是现在。嗯，六年前你决定好，我从出去家来做，刚唔顺利的时间遇到真太困难系嘛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资金。对。系啊，钱会对奈来。钱哦、喔，对啊，就是想办法，想办法，就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哪一个点可以先怎么做，我们再从中间找可以的方式，就是可能比如说一开始就是想要很大间吗？那如果没有很大间的是怎么样？就是小小间的、对，就是一直用这种方式，对，就听听的先对一些些点开始，对，哦。刚有囤爸爸妈妈家钱哈？没，完全没有被支持。对，我创立的第一年，我家人都不是不支持的，第二年也差不多，但是后面他们渐渐的发现，可能跟县政府的合作啊，然后我们每次出去外面，就是有一些画面，就是让人家很感动的画面，他们才会渐渐的知道，原来街舞它是可以做到很多事情。就听听哎、感觉一开始蛮寂寞哦、喔，其实也跟你走完哎，露露看你寂寞的，肯定寂寞的哦。你讲过纯阳过奇妙过种，过多事情你很有心理准备，好、我本人也有一种的感觉。刚我相信太感谢同人纯阳过好奇哈，刚都在纯阳一个年创的个家务很用来搞的呢，我能聊一下，我继续来请教伊。都转来福气来嘅现场，今日咧来宾系 U Space 街舞工作室的创办人张传勇杨杰老师，头头先生讲到吼，六年前过古时嘅吼一等人来喺卢卡人唔支持嘅情形下，去家来成立两个工作室。如嗰种冇嘛提讲嘅吼，如系唔怕挨路，还冇按多钱，冇按多。好的安排空间，我都试试看，还没安多年，如我都先做的再讲，对，好，你都会安尼想，慢慢来做啊。我看到资料，你想诶，原创诶家务，其实一开始没有十八公多，各种唔搞诶方式，同拼音无共用，系咪？原创街舞启蒙教育系统训练，它字很长，可是每个都很重要。对，就是原创可能就不是我原创，因为我不可能一开始生下来就会跳舞，所以原创一定是来自于其他的人，
那街舞呢是大家认知的街舞，所以这两个东西碰在一起，所以会变成说它是一个新的元素。那启蒙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想要学跳舞的人，我希望他们都会知道为什么想要学跳舞，对，所以会有启蒙，再来变成教育。教育的话就是在一般的学跳舞过程里面，老师比较没有时间去教育学生，对，有的话也是那种上完课可能还是扒着老师不走的学生，他才有这个机会。可是通常这样的学生是可能100分之1吧，可能就只有那一个人会这样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造成后面的人要做这件事情，它的延续性很低的原因。延续性很低，是吗？个意思？延续性很低，就是他跳舞跳到一阵子之后，他又不知道为什么要跳这些东西。哦，对，我有按你的情形哦。对，吼，头头唔讲都讲，你可是我想的本体家去上，爱做马威跳街舞，对，爱做马威喜欢，为什么要想一下看事情？因为先想起来才会知道说，我们现在在练习的这些动作。它虽然看似很简单，但是它其实每个东西都很重要，所以我们才会有一句话叫做基础不是简单而是重要，就是让学生从一开始他就在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世界上就先认识这件事情，那他以后他在做任何的事情任何的领域，他都会把这个变成是一个准则，就是把基础打到极致就会变绝招。哦，不过黑妹有一个难处，因为爱对走到爱学嘅弗朗明哥，爱小可可以理解，如黑嗰当然以上一类学，如黑学一条新嘅曲嘅，他想要学新的舞。对，啊，唔加是会练基本功，一路讲唔会无聊，因为你一直在踩脚，一直踩脚，一直踩脚，一路讲哦，多待马个时间会搞新呢，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就黑可能嗰度学生诶，新嘅东西不爱，可是他基本功没练好。因挑戏呢，其实用来都挑唔好。嗰种我希望大家，我先问清楚来，眼呢好嘢嘅都带睇好嘛嘅。唔过归董年一开始好嘅时间，其实他还不知道他有多喜欢。对，吼，刚我用来起的评分，都系他可能只是想尝鲜。对，吼，刚我用来同眼呢好上来讲咯。过程它就是一个学习的金三角，那完成这个金三角之后，它自动会就是把它自己归类成一类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一个模式，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哪里不一样，那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要亲身体验才会知道这个不一样的 power 它的未来动力在哪里。哦，对，你刚刚讲法就屯眼睛看到嗰度教育家咁样咧，吼，同一般咧教跳舞嘅先生佢冇咁样，人都系有一啲唔整理出嚟。你融会贯通以后，整理出一堆教案，系咪？哦，这个系统训练它就很像一个专利啊，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它就做成产品，所以别人说它不能去申请专利，那我只能用这种方式，有点像就是以人传人，然后慢慢的让他们去融会贯通之后，再去执行。执行的过程，他们就会发现，这是重点，他们就会发现他们像个领导者。所以我们的系统模式在培养的是街舞未来的人才领导者，而不是 follow 者，就是跟随者，或是盲从一些现在可能对标的一些偶像明星这样。对，等于讲唔睇教就从头摆小学6年级给安内，对，都系爱同时睇好，唔过爱又可以教你，对，教学相长。哦，刚唔感觉，后面因为唔改做都开始啊，很热爱，就是为什么他会出现在你这边啊？就是你会想到我用安尼个方式来搞。最主要还是因为就是这个记忆系统，对，因为记忆系统里面就有阅读、聆听、思考、笔记、记忆，对，那。没有学过记忆系统的人会觉得说，哦，我读书就是老师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可是如果学过的话，就有这一连串的可以去，因循这些规律，而找到说每一次要做哪些事情才会有效率。那跳舞也是一样，我只是把这个模式全部带到变成跳舞。对，哦，刚牛屯给戴维斯老师讲过嘛，屯伊个也给系统拿来搞街舞。
有，他很开心。哈、嗯，对。啊，有讲拍模样的做过吗？也没有人做过，也没有、哦、对，没有人做过。因为大部分人的呢，胸胸就会一般呢，比较不会想到它跟身体有关。对，哈、哦。就会用一些机就会弄死底部一些东西，我们可能不会觉得我可以实行出来。对对对，哦，安心了。刚唔提搞诶，过程当中有拄到过嘛个唔亲有神手感咩，就唔发展出来。哎，你还开始看到一个过有好，啊，唔感觉过有神手感咩？啊，你个好上诶。嗯，最有成就感的，我觉得蛮特别的是，他是一位身心障碍的学员。对、oh. 他其实就是跟着一般人在同一班上课，然后到后面妈妈希望他可以去就是六年级准备要毕业，他可以去比一个全国的比赛这样子、oh. 那他其实跳出来的东西就比其他人就是还要有亮点，那这个亮点的过程里面就是一直不断形塑他怎么样去记这个跳舞，对，所以就发展出更多现在有办法去教一般正常的人更有效率好几倍的方式，嘿，不管是从遗忘曲线去找方法啊，或是从灵魂出窍的方式去感受他的身体。灵魂出窍还蛮该哦，这是我们特别的，就是不只教这件事情，还要去感受学生现在身体他所有用的力量，他的角度。Hey, 对，这个需要练习。那、啊、这个是如果照着系统去发展，就比较容易知道这是什么。哦，黑欣赏灵魂出窍，对，黑都后赏那个身体里面，有点像类似这样子。哦，哎，跟我们演员有一点像哦。嗯，吼、哦，是是是，对，演过穷，对，有点像是在演他。哎、欸，对，就是他现在就在做这个动作，那我现在就是演他现在做这个动作，他的身体碰触到，可能碰触到地板会是什么感觉？哦，他衣服掉下来了，那他会怎么样阻碍到他？全部都要到头脑里面去做分析，分析完之后就可以知道说他现在阶段在哪里，就可以马上把他调整到一个最有效率的方式，然后再加上刚才说的系统训练，这一层一层叠上去，他就会自动的知道他在完全不会的时候是怎么样变到会的，对，然后接下来他就会去教人、哦、对啊，他在教人的过程就会发现哎、哦欸、其实这个东西他一开始看起来很难，可是当他教会人的时候，他就会发现这已经变成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嗯，大概是这样。哎、欸、你提醒来都黑眼人通常会讲哦，难怪你讲过会搞好、哦，那个会教你提醒了我，就是嗯，每枪你滴的东西一直灌给人家，嗯，黑暗我滴后生的更加都带黑马的状态，什么状态？嘿，好、哦，所以其实难的是这个，对不对？就以他为出发点，而不是以自己。嗯嗯，哦，故说你提搞给身心中的后生的，就会跟我讲，哎，压个口是友好，因为我可以在他跟我的差异比较大的状况下。那还可以搞教会他哦，对，还、啊、会搞一百年路诶，还够简单诶。哦，教一般人的话就会很快，因为就是同样的动作，可能对一般身心障碍的人来讲，他要花人家好几百倍的时间才有可能做到位。嗯，对，所以变成说一般的人，他只要在这个过程他了解了，那也因为这个方法去引导到他，他就会举一反三。嗯，嘿，唐熙罗过奇妙呢哈，而且你提讲，你爱搞好个讽刺的时间，哎，刚刚很有热情呢哈。嗰种搞暗叫，假使我对最头前开始讲，都说好六年前，甚至说都开始搞你呢哦。然后一路唔应好，没有应搞，一直都不会腻哦。就与时俱进。嘿，对啊，因为你跳魔 V 哦，魔 V 歌哦，魔 V 歌呢，系啊。你看你跳可以是。你是哪年嘞？你是你娘。你是你娘的嘞？啊，娘哦，你是三嘞。嘿吼，就唔会比哦。唔会。啊，唔会感觉哎，好个差唔多哎。嗯。唔会。唔会，因为更加爱好个东西又更多哎。哦。系啊，越来越多。哦。好，嗰种冇停下来的时间，因为大家会引发明星的动作。系啊，明日如果去研究。
研究、哦欸、要花很多的时间在研究世界的脉动。哦，还有要爱研究教，唔该教的方式系行爱用改变的哈，行系意见听的。会一直改变。哦，对，依照现在世界上的一个脉络、嗯，再加上自己现在目前就是团队的这些小朋友也好，高中生也好，国中生也好，嗯、他们的一个变化方式，就会一直不断的去优化。嗯，所以我们先把自己做好，对，就慢慢的再去放大。那以这样的一个模式来讲，他们就会知道，哎，所有东西它都是有办法，因为学跳舞之后有办法去系统化。嗯，对。哦，就唔单枪来学跳舞，以跳舞学到的东西，你像唔重要，对，还可以延伸到身体当中其他的部分。是的，是的。哦，你嘅最远大的目标系嘛嘅？创造更多的会教跳舞的人才，然后有办法教出可以去比赛、出国也好，或是就是用跳舞去见世面，对，在乡下，然后慢慢的先从屏东做起。嗯、再慢慢的扩展到台湾，再来才是国际。哦，刚刚我真见过有几百个一多多的哈，去实现自家的梦想哦。哎，相信听众朋友呢，每同爱强强见面，每好多几多，虽然唔每非常了解，也个教学系统都带起嘛个。不过假使你有兴趣，你去学嘛，学个入滴的。好，可以啊，可以啊。好，今日非常感谢陈阳的分享，多谢你，多谢主持人，多谢大家。好，非常感谢，甲乡亲朋友莫行开哦，接下来天伦先生好好运通。各位福气来的观众朋友，有请大家去到俺们的脸书粉丝专页面章，还有订阅 YouTube 频道，随时发落福气来的消息。